哦吼，我要闹钱多，钱又靠，心又不中国。哎呦，白羊不穿来，不管很想笑了，白照公单啊。我少爷啊，生气性不用忍我，看什么日子？哎，怪有那么凶的，既然那老板们都等，这样来办等啊！我冷雨蒙我忍着送我，我那真是笑啊！我这里还要那什么笑，就不把正阳都等冷啊！我冷雨蒙，我忍着你，我冷这样你也你上轿，先上轿，我上轿。嗯，媳妇，我有你要去。哦走了，进我眼，我进啊！我就是总监，现在总成成什么样？怎么又讲？师傅，嗯，还有什么情况？白左郎中，他班长都听到不敢讲啊！怎么样？这些人都中奖呀？你有没有？跟中国，真心话，真话，我讲话。哦，嗯，叫我半夜怎么做饭啊？哎呀，就现在跟准备飞去上床啊！哎呀，做文明啊！为什么呀？还要去跟左郎中啊？哦，白老板不管他就评价，不白必做不满人啊，不有到中间不干，这就像我。老小姐，我有这么有什么用啊？没想见，我想不想？嗯，我有嘛有线头，本来都白讲俺们老三气壮哦。我想见啊，我这个人真真真的啊，没想过跟这飞将，我广西非洲国王搞干啊，我能飞这跟飞中国可比人家干啊，我中奖啊，不就嘛中个中奖？怎么用？你想想，怎么用？你想，好了，你听我话的。那行，嗯，还要管你。我嘿，我一家五口人打工，我你阿伯。我你搬家家住呀？嗯，我首先，嗯，不是这样。怎么凶老板嘛？我你别这样，这什么样？哎呦，做人是的嘛，不管你怎么管，他一点都不管。等一下，我你这样，怎么凶我？我首先，进来，我不上干，你两个，我首先，进来，不要，好好，不就这个？我正正干，开始，走啊。走着啊！要站着！哦，走！抓！抓！